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我没有黄金粑粑人啊，这挺难受啊。 没有粉色的，没有，没有没皮肤。如果这把我们玩的特别好，我就给他买一个。 走了啊，兄弟！不啊！不啊！不啊！ 黄子打野呀，哟，墩儿，插个眼儿去啊，有点削钢了现在。 削钢了啊！这波削钢了，<笑>不好意思啊，这波不应该飞他的，哎，不飞的好了。啊？ 石头人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 都 W 技能能打百分之多少血呀？ 去中路赶开一波啊！走，赶开一波，嘎里奥去。
那黄侄儿搁上边呢，小心点啊。挖掘给这伤害咋这么低呢？我记得粑粑人伤害不这么低呢。我那猴跟他打的时候虚虚没这么低呀。走了，不打了。哟吼，回家了。嗯，真出了这里三斤的。嗯，换了也可以。我们粑粑人儿也先出振奋吧。给你打了信号不听啊，这那石头人去中了也不听。回家了。回家我拆塔了啊。他打不动我，我百分比掉血他肯定打不动我。我触魔抗百分比掉血，怎么可能石头人能打得动粑粑人呢？哎呦，我变粑粑了。
太虚浮了。不行，这不行。这不行，这肯定是不行。想当年我粑粑人也是叱咤风云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在粑粑人特别狠的那个时期，我被称之为上单第一粑粑人。但很快这个英雄就让人给削了，就不行了，就弟弟了。先上路收波兵，下一波小龙我们下来啊。我좀챙겨입을걸그랬나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把我带点盐非常的后悔，我不应该带点盐的。来中，来中看看能不能赶开一波。哎，这把带点盐真没有什么用，一点点用都没有，没有一点点作用，也没有一点办法。快跑！我没了，你咋不大那黄子呢？哎呀，我们家人先来，你别害怕呀，这波可以大呀。哎，这塞拉斯为啥不放大呀？刚才是不是他刚才应该放大的？我觉得你这时候就上去了。没伤害呀你，我知道没伤害呀，那你咋办呢？这英雄不就没伤害吗？哎呀，可以，84块，回家出皮鞋去都。这一直没有一双皮鞋可不行啊！先来个日炎吧，没有伤害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日炎。补不着兵了呢，
不行，咱们得把线推过去再跟他们玩去。先升个十一级，没事，虽然下路让人干了，但是我们拿了个峡谷。唉，零四三，得先把重塔拿了。这条小龙我们必须得拿，快点过来。塞拉斯有传送。我们跳小黄毛肯定是不好跳啊。嗯，找个位置。但是我没有敢于去开团，没打过。难道我把把人第一把就要输了吗？啊，我得把把人。这都没打过呀。我不能接受。我不能接受我把把人第一把就失败的这种情况，我无法接受。我决定要塞起来，别着急啊。等我们一手日炎1850，哎呀，差点意思，1850。哎，좀더신나게는못뛰어。走，这波来团一波啊。这明显是不能上啊。上去就不等于早死了吗？哎，不上了吧，他们家人也挺齐的，这是。我一跳小黄毛，小黄毛有益。我们得找一个比较阴险的位置。
오늘 좀 보고 넘기시지. 预判他的E技能。 先杀黄子儿，巨巨，下一把。我预判已经预判的很好了，没办法，这小黄毛有闪现，我都已经预判他E技能往上飞了。小黄毛可挺克我呀，这。 我这溜的贼快，那确实打不过你，这怎么整？还不如保一手 KD 啊！已经开始吵架了，075。 我们拿个 SVP 啊！关键对面也不打我呀，对面要打我还行，投降了。哎呀，你只有 AD 没有 K， 我要是 SVP， 你给我道个歉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咱也没啥要求，啊？ 别的咱就不说了，你给我道个歉。